我是在应该是，应该是在三年前我就认识到那个手，是有一个人在咖啡店，他在上水，他叫我去买两罐水来。说他叫我喝，我是拿来喝，因为我有尿酸的。说、我喝了差不多几个月，我肿到很大个，肿到不能够走路，很痛很痛很痛，没办法去那个那个西药房，那个药房买那个尿酸的药，先试了，就比较好好一点了。再喝再继续喝，我知道他是那个肝素反应来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肝素反应。不再来多几个礼拜，他又来多一次，因为我去吃了那个花生啊、冬菇啊，可以吃的啊，江一彩啊，还有那个你吃那个板栗不是很多，那江一彩就吃不动了，那个不可以吃，一吃了他就来了，说过来我再喝，第二次轻一点，没有肝痛，说也是贪吃，也是肯定又在吃了，过了之后还再来多一次。就更加前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严重，还可以走路了。第一次不能完全不能够走，肿到喉咙很大概。说第三次过了之后，到现在一年多两年了，没有来过。我现在可以吃东西，豆腐板饼啊，那个什么的。说我在喝有很多了，说现在我的脸它又在发出那个红红的，解都解不来。前几个礼拜很严重，说现在比较轻一点了，看再继续喝。意思要继续喝，要喝的，喝够那个水最重要，要喝，一天至少要三个零的到四个零的，假如没有什么效果，比较慢嘛、你喝少了比较慢。因为第一开始的那个人介绍我那个人，他没有跟我讲怎样喝的，只叫我喝而已，我喝一点点就放了，没有喝了。所以现在要一直喝，喝的越多，他就效很多，那个反应会出来，有三线反应会出来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他那个黏起来可以痒，他会升到。红点红点红点，前几天很厉害，整个脸红到一天水滴都没了。现在比较小一点，是我的健康问题。好，谢谢。